現場情況。現場看到啦，係息息員代表啦，而家就喺度進行呢、這個代替公眾上香嘅儀式。咁由於疫情持續啦，今年年30嘅公眾上頭柱香活動啦就取消。今日黃大仙祠啦，就由下晝4:30開始啦，就已經封園。我哋而家見到啦，息息員嘅代表啦，就手持香燭。啱啱代表啦，就已經將香燭啦，就插上香爐。代替公眾就向黃大仙祠祈福。